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诚恳的跪谢一下我的上帝，我的信仰，谢谢。我们准备了这一场选举，真的准备了很久的时间。我们用很认真、很努力的态度来打这一场选战。现在这一场选战终于有一个好的结果。我首先要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我觉得在这过程中，在这一路上，他是给我最大的支撑，最重要的一个我最重要的依靠，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诚恳的跪谢一下我的上帝，我的信仰，谢谢。我都看不到了。再来，我很最谢谢的是我们所有的基隆的市民朋友，他们的肯定，他们的支持，还有我的团队，包括我们在场所有的这些至亲好友，今天这一场胜利是属于大家的，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。未来我也会用市民的仆人、上帝的仆人这样子的心境，好好的去做我每一份我该尽的义务跟该做的工作。最后，我想谢谢我的家人，包括我的父母亲、我的哥哥嫂嫂、我的姑姑，还有我的太太，她最辛苦，在我在忙的时候，她都在陪着小爱。然后工作压力也是很大，然后在经历了这场选举，她也非常的辛苦。最后，我还是要谢谢我的女儿小爱，大家都知道，也看到了，我今天早上有带她一起投票，她是我的礼物，她也让我认识了这个社会上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情。我爱小爱，我也会从她的角度，从她的身上继续努力的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。这个是我觉得我想要感谢我们所有好朋友，跟感谢我家人，谢谢大家。恭喜我谢家人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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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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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